日誒係有嗜好係寫劇本嘅，然後就將可能將我媽媽某一啲好重要嘅生活片、生命片段咁樣，然後真係寫一個 script， 唔係故事嚟嘅，一個 script lines 嚟嘅。然後我想試下自己去演佢，即係我首先將佢個故事好客觀咁樣將佢變成一個劇本，然後我又再第一身咁樣就係演我媽咪。背咗佢啲台詞咁樣，設計嗰啲角色動作俾呢個角色，跟住去理解佢。因為我成日覺得我喺個情感上邊冇理解佢好深，即可能我已經係聽得佢故事最多嘅人啦，我個女啊嘛，咁多多少少佢都會講以前發生咩事。但係究竟喺嗰啲事嗰啲關頭入邊發生嘅佢嗰種情感係啲乜咧？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因為佢係我最親嘅人。如果我嗰種情感，我冇辦法再理解得深啲嘅話，我會覺得我會覺得佢未必會感受到我嗰種誠意。即係點解要攞佢個故事嚟做創作咁樣？被運用你故事嗰啲人，通常都好善意嘅，會覺得啊，你做已經好好噶啦。但係究竟可唔可以真係去到 vibrate 翻佢？佢覺得好安啊，即係係咯，令到佢可以咁樣睇翻自己嘅生命咧，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同埋需要你真係要好用心去做呢件事先會做到咁啊。講過佢人生有幾個片段好深刻噶，係第一個就係佢接到我爸爸過身嗰個電話嗰個 moment， 跟住佢就係話佢嗰陣時我喺度喊緊，然後佢就走去聽呢個電話。然後另一個 moment 就是他走上嚟香港，不過嗰陣時我爸爸是香港人嚟，我媽媽是大陸人嚟嘅。咁佢嗰陣時就上嚟處理佢嘅身後事啦，同時間就要爭取香港嘅居留權。嗰陣時易啲嘅，即係你賴死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就真係要睇你願唔願意去賴死，要去攞呢樣嘢，同埋你個老公已經被動啦。咁因為佢就話佢喺度喺香港呢、這個即係佢。你香港冇人冇物啦，然後佢就帶住我同埋我細佬，跟住佢就係話，即係見到我細佬，總之就係一個 B B 咁樣，好細粒咁樣，而家花生咁樣，大粒嘅花生咁樣，佢就係覺得佢未來一世就係要照顧，即係要肩負起呢個責任。咁樣，我覺得呢兩個 moment 係佢咁多年重新喺度講嘅時候，都令我覺得喺我個腦入邊好深刻。但係我始終都覺得我可能未明白佢嗰一刻嗰個堅決同埋佢嗰個經驗究竟係點樣。我通常都会可能是跟他不同的身份去切入了。我那段时间怎样可以理解他多一点，都是多了一个身份的角度去切入理解他。以前就会纯粹从女儿的角度去理解他，觉得他很多时候可能达不到我心里面或者你所理解的无法母亲的那个 image。即是他很少花時間陪我和我弟弟的，然後放了工都是去打牌，即是他不會留在家裡好好照顧我們的嘛。但是就是一個很大的 turning point， 就是當我好像過了25、26歲左右，畢了業做了幾年的，然後突然間一個人我都覺得一個女人在這個社會上要謀生都真的好像比男人多一些困難，更加要人家肯定然後我就突然多了一個女人的身份去理解我媽的時候，就會覺得哇，其實她作為一個女人都很厲害，
即係佢因為佢嗰陣時話要肩負起呢一個一仔一女嘅責任之後，佢就真係咁多年嚟都好辛勤咁樣工作，去肩負起呢樣嘢。所以個物質條件都唔係好高，但係真係好已經好舒服噶啦。即係要有基本嘅嘢都有齊，然後後來就會發覺原來可能未必個個都有呢個能力去肩負呢個責任，要堅持咁多年。咁你多一個女人嘅角度去理解佢嘅時候，突然間覺得彷彿可以理解點解佢喺母親嗰個位置上面，佢會有一啲缺失啦。我覺得就係，所以如果俾我作為一個人嘅話，我就會嘗試再去觀察多啲佢唔同嘅身份，例如我婆婆，佢點樣作為一個佢作為一個女兒去處理佢同婆婆嘅關係呢？然後佢個職業又係點樣呢？即係佢而家係一個茶餐廳嘅經理嚟嘅，咁佢都頭頭是道啦，可以做到經理，有一個侍應、侍應經理，佢都有佢嘅能力。然後咁問佢平日又點樣去打理一間茶餐廳咧？幾十個夥計咁樣，可能又會係另外一個冇理解嘅一面，冇見過嘅一面咁